党高雄党部对面晚间聚集抗议民众，现场发放蓝白托，要对国民党和民众党表达不满。国会黑箱，是即卖国民党、民众党加起来，国会过半，用阿蛮多数暴力害台湾民主退步，因即卖是假借国会改革之名，行台湾民主退步之时。立法院上中午审查国会扩权法案，蓝白联手试图闯关通过，朝野立委因此爆发肢体冲突。周二更有将近3万人包围立法院，台湾激进党也在高雄发起南部声援活动。说当年韩国瑜在高雄市议会的时候，没收质询啊，议员质询要登记抽签啊，时间到准时下班啊，大家印象很深刻嘛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人在干嘛？坐在立法院长的位置跟你说国会改革，跟你背点屁成要这杯高。民间团体串联反制，北中南遍地开花，反对国会扩权法案，联署声量持续，也显示全国人民正在监督。TVBS新闻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